今天昨天拍到下午两点多，今天下午两点多出门，今天可能拍到五点多吧就回家了。好，今天昨天的下午场，今天太阳还不错，够热。昨天夕阳很漂亮，其实昨天应该傍晚来的，其实应该不错。要看有多少人吧。嗯，不错，人也不少。目前看来，表示应该有在家。我一来，他就出来了。刚才去问那边摄影大哥，说两只大宝、二宝在洞里面，然后他们都没有在拍。其实。我就找了这个角度，其实就可以拍到他们睡躺在洞里面的情形。然后架好脚架，那个其中有一只雏鸟就飞出来了，就走出来了。其中有一只就走出来了。二宝、大宝在吗？在他们巢穴上方右上方的洞穴。上方吗？对，两只都在睡觉，要等到肚子饿的时候。我两只在一起，哇，飞出去了！这只是谁呢？飞出去这一只，对，就直接开始叫了。没有阳光，没有阳光。看得到啊，来了，啊，这边啊，这边很扎实。我看那个他的母鸟回来了。哦。里面有几只啊？上面目前这两只，底下草丛还有一只草丛。哦，回来了。你们怎么都知道有那个鸟的那个？我是看新闻来的。哦，看新闻来的。那奇怪，你们怎么都知道？
哦，这个位置好。你这边看得到那个小宝在拍翅膀，不过镜头太远，拉去就三只应该都肚子饿了。哦，回去了。啊！这个柱黑色柱子。对对对。我们这个没办法，一定要用你们那个采访，这手机没办法照。飞了。